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来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大摆兔。今天来了这个摆兔的话 ，Summer 其实想拍很久了，只是一直找不到时间玩它。我上次有看见小伙伴留言，我会拍摆兔吗 ？OK， 我现在突然想到，来，我们今天就来玩摆兔。这台的话算是很久没有上场，然后现在驱逐坦克的话，我觉得没有重型坦克来的强势哦，因为那个穿身的问题哦。重型坦克的那个穿身加了非常的多啊。虽然说驱逐也多啊，可是总的来说哦，你装甲没改变的情况下哦，重型坦克的击穿率的话会比驱逐来的比较高吗 ？OK， 我这样说也很像不太对。来，不管第一场的话 ，OK， 中轻型偏多的局，中轻型偏多的局的话，来三门往前压，我们往前压，对面的话是超级征服者跟 T57。哇哦！我天哪，我这样走好危险的样子。对，来 Summer 这样走的话，其实还蛮危险的。183的话在前面 ，OK， 超级征服者亮我了。对哦，没有，来他没有亮到我。对他没有亮到我，来没有亮到我的话，不要挡我，大哥你敢上吗 ？OK， 他敢上。来 T57跟超级征服者的话都在这个位置，我们这边的话占领。逼他们开打18，哎，不要过去，不要，不行啊！我天哪，这台 K91 哦 ，OK 哦，哇，他好勇敢哦，他为了输出，他要被那个183打了。对哦，你看哦，这个183大哥在这边啊，来开一炮。他没打他没打 K91 吗？为什么 K91？OK 哦，为什么 K91 没扣血？来，这台183往回退了。来，差一点点，他们打不到你。哎呀，漂亮！来，再见，来不及挥手。OK，T30 在这边，那样的话就好玩了，来，他们救一下这台，我救一下这个 K91 小宝宝。哎呦，来抓你一炮，然后退，大哥退。我天哪！我真的是服了他，来赶快退 ，Summer 帮忙。对啊，漂亮，来他打我没穿，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回他一炮吧。对，回他一炮。啊，我天，哎，这台 K91 真的是不怕哎，他真的是不怕被带走。OK 哦，来哦，我不阻止你哦，你要送人头，对，你要送人头，赶快送。哇，我天哪，他在干嘛？我真的是服了他。来，再见，来不及挥手。然后 T57 这边的话，哎呦，上面兵败如山倒，哎，这样要输，我不知道上面会那么夸张。OK， 我要输的很多。OK 啦，大哥，哎呦，我天哪，来撞你一下，哦哟，漂亮，终于来了一点支援，来，赶快回头，这场的话应该是要输啊，没意外的话。他们那边的话太夸张了，BC 这边的话是要跑，BC 要跑，然后他小伴 TVP OK 漂亮，那台被带，那个超级征服者的话被带走，然后这边的话来这台插跌轮，来过来吗？哎呦我天，他在想什么 ？OK 哦，他竟然没有留意我 ，OK， 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卡罗，哎呦我天啊，来漂亮，卡罗也被带走了，然后我小伙伴那边的话没有血量的话，这个很难打，这个超级难打，我只能拼一发那个什么高爆弹了，对，三本这边的话只能拼一发高爆弹了，哎，大哥不要退，哎呦我天，来哦，漂亮，来往回走，他没血量了，现在哦 ，OK 哦，要赢哦。要怎么赢？这个要赢哦，应该是 OK 的啦。只是说哈，我要去占领一下 B 点。我们这边的话，来 Summer 倒退去一个 B 点。他靠不了分数赢了，对，这边的话他靠不了分数赢。对 ，Nice， 漂亮。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运气非常好。OK 哦，不要这样玩哦。我没强到可以负担那么多啊！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打了一个6019，拿了一个 M 牌，这是什么
OK， 比其他玩家击毁更多敌方的车辆。OK， 好，来第一名，一个 M 牌哈，然后打了一个6000的伤害，带走四台坦克。然后我下班这边的话，来不要这样玩，我知道你很有勇气，至少你很积极，可是该躲的时候还是尽量的躲一下。一场游戏哦，战斗7分钟哦，不要急哦。发现零补助400，打了6000的伤害，来拿了一个 M 牌，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哇，我天哪，一次过解两个任务，进我们的第二场战斗。OK， M 牌的话也代表赚钱，一个 M 牌的话是10万的银币哦。第二场的话是王朝明珠。王朝明珠的话，中轻型偏多。中轻型偏多的话，我们去跟我们的小伙伴一起走 45T， 然后 T1013， 我们让小伙伴打这个位置。这个位置。OK 哦，不听哦。不听的话没办法。不听的话我就要绕路了。对，不听的话我就要折一个钟哦，因为我两边都想帮哦，可是肯定帮不到两边的。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要取舍一下。意大利犀牛在这边，犀牛的浮角的话是不够的。犀牛浮角不够，然后它应该是不会上来吧。OK 哦，三本不知道他会不会上来，我只知道他吃炮了。这样的话，来，我有一个想法，反正我们的 S4、S7 跟 E3 哦，都还没有，就是还没冲嘛。对，他们那边的话还没冲，应该还压得过。我们这边的话要去打这台 T100， 然后意大利65那边的话比较夸张，意大利65那边的话是已经掉了很多的血。对，他掉了很多血，然后这台，哎呦我天，痛不痛？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来，赶快跑！对，赶快跑，大哥！对，赶快跑！对，赶快跑！啊，我天，我小伙伴 OK 漂亮，刚刚有一台小伙伴打他是没打到，然后这边的话来，哎呦来，谁比较痛？你打我300多而已，我完全不怕哦。OK 哦，反而是我打你很痛哦。来，这边的话他们要跑，我要上去打这台。哦，痛不痛？来，打我，让你打。他还没打穿呢。哦，完了，救命！啊，我天，不要坏重要的东西。Oh my god， 来啊，坏了 Summer 很重要的东西。我要报仇，来给我。给我来多一炮，再见，来不及回首。Nice， 来这场的话完美了。那台 TVP 哦，怎样都没想到。我天啊，这个维克斯，他怎样都没想到哦，我能把他带走。来，维克斯要加油，对，然后赶快往回退，对，倒退也没关系，不要被这台183咬到，千万不要被183咬到。哎呦，我天啊 ，Oh my god， 来13还有13高。维克斯那边的话刚刚是原地转圈哦，还好这台183也是高人一等啊，他那一炮也是没打到我们的维克斯。对，来，你已经赢了。然后我们这边三个大哥哦 OK 哦，排排队吃果果，然后他们基本上是啊，我天哪，开炮也比别人慢。我真的是 OK 哦，我很佩服他们。来，第二场的话拿下了哦 OK 哦，就算维克斯被带走，我们的 OK 来，他已经那么吐了，他已经两发没有击穿了，应该是 OK 哦，我不好评断了。来，他 OK 让他开了3发，他的第3发终于带走183了。第二场的话拿下了，运气非常非常好。完全不虚哦 ，OK 哦，来2800，我们靠这一个换血都能拿到一个第一名的伤害。我看一下我的 S7 大哥，然后 E3 大哥 ，OK 哦，都是近10000场啊。OK， 来这边的话，他们也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发现零补助零打了2800的伤害，来第二场的话也拿下了，运气满分，进我们的第三场战斗。总的来说啊，这台坦克的话。
它是比较难玩那么一点点，可是如果你上手了过后，它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恐怖的存在哦，因为基本上它的口径是183之后，就是说整个闪击战里面它排名老二，对，你如果单比口径的话它就是妥妥的第二名哦，看哦，它只输183而已，所以183，可是183跟它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比183还要强，至少它不会像183给人的感觉哦，很像一块肉那样。OK， 第三场的话，哇哦 ，OK， 我有一个想法，你们觉得他回，你们觉得啦，小伙伴觉得他们会不会进城？这个葡萄园的话，我打旁边的话是没有优势的。OK， 没有人要进城。没有人要进城的话，三本就要打一个 A 点，我们打 AB 点，打 AB 点，然后让小伙伴去中间的位置。268V 是往外靠吗？268V 是应该要往外靠，来，我也往外靠好了。100这边的话要进城，然后被查迪伦收过路费，而且应该不止收一发，对，两发收了两发，然后 BC 的话在 B 点进行一个占领，他们还有一台卡罗，还有一台意大利的45T。来，我们守这个位置，三门守这个位置。哎，他的小伙伴的话，哎，我要往前吗？我觉得我往前会被打。我小伙伴现在还很安全的，然后我们让他们注意一下。对，我现在的话是 OK， 我还没感到压力哦。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已经打起来了， OK， 漂亮，来，打得好。然后哦，漂亮，来，查迪伦这边的话，啊，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上来直接一半的血不见掉了， OK， 赶快退，他要闹我了， OK， 他疯了，他失心疯了，他啊，漂亮， OK， 来哦，不要犯错，这边的话进攻的话要小心，他是直接直勾勾的过来。我要过去了 ，OK， 我再不过去哦，哎呦，他骂人呢，他骂啊，我天哪，骂的真难听，哎，不要这样，游戏而已，开心玩哦，下一场让你赢，来切一个高爆弹，然后这边的话要好好瞄准，哎，瞄不到，哎呦，漂亮，538，刚好是一个角度，他退是转弯退哦，他不是直直的往后退，所以这边的话，三门还是给他来了一炮。然后这边有一台268没血量了啦，没血量的话来直接开一炮，再见，来不及回首，他打我还没穿。然后 S7 在这边，蟋蟀在这边，然后卡罗我刚刚已经看见了，卡罗的话是在他们的家里面，对，在他们的家，然后这台蟋蟀是打不到我的，来，再见，来不及回首，剩三台了。我觉得他们的卡罗很像挂机了，对不对？因为我刚刚他被亮的点是在他的家里哦，如果他不是归起来的话就是挂机了，我觉得很可能是挂机了啦， OK 哦，这个的话就非常的糟糕，看一下有没有动，如果没动的话就是挂机了， OK， 蟋蟀这边的话，来，再见，来不及挥手，继续往前推哦，这场的话没有什么压力， C 点的话谁占领他们的100吗？哎，没有哎，他的卡罗有动哎，啊，我天哪，我来，他们误会你，我还以为你挂机哦，没有，他没有挂机，他只是躲在家里，然后躲在家里就算了，然后后面又跑去城那边了，来来来，这场一个7-0，妥妥的7-0哦 ，OK， 我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三门只打了一个2000的伤害 ，OK， 基本上是一炮一个，然后他的 BC 这边的话 ，OK， 来，不要哭，给你一个躺，下一场让你赢哦。发现一个敌人补助500，打了2000的伤害，运气非常的好 ，OK， 有一台清醒过来，而且三门还没用高爆弹，我用一般的弹哦 ，OK， 他的血量直接喷一半，因为基本上。为什么会喷那么多？你们有注意的话，应该知道他的装备那一些哦，九样装备哦，都有进行一个算是一个调整啊。所以哎，以后你如果是说装备加血量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哦，没有之前多了，你像少了1%。所以哦，他们的血量
尤其是血少的吼，会变得更加的少。来第四场的话，海军前沿 ，OK， 这个的话我没有什么想法哎，要打哪一边啊？我打上面好了。我们这边的话有一台907，哎呦我天哪，还有一台百兔。这样的话，来这场比较难打了，因为驱逐坦克太多了，而且两台百兔。T9516的话挂机哦。OK， 这个的话确实比较难了。907那边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然后维克斯 OK， 起重机那边的话吃炮，起重机不应该吃炮。然后维克斯这边的话，来维克斯要上，我们就给他来上一炮。维克斯应该是不会上啊，会上吗？我天，不要鲁莽。OK， 有他上，我们就是直接给他一炮了。B 点的话再进行一个占领。然后这边的话，来大哥 ，OK。要小心这台维克斯，不是维克斯啊，小心他们的那个谢里登啊。然后这边的话，来这一台好好瞄准 ，OK， 有打到771。我们的小伙伴的话 ，OK 哦，起重机那边的话，开场掉血掉很快，然后已经被带走了，漂亮。然后谢里登应该是要跑，然后这边的话，哎呦我天啊，谢里登已经跑到下面去了。哦，漂亮！来 ，Summer 甩炮，我刚刚没等我转完哈，我是直接甩炮，然后有甩到他们的谢里登。谢里登这边的话要跑 ，OK， 他无路可跑，对他要往回跑，他不能往这边跑。对对对，没错。然后 T62A 在这边，我们喊进攻。我前面这边的话没人，然后 62A 这边的话要回来嘛 ？OK， 来刷他一炮，800多。907那边的话补助了一炮 ，OK， 漂亮。来 ，62A 这边的话没有战力了，他应该没机会了，除非他要跟我们玩命哦。然后183这边的话 ，OK， 183吃了他一炮，然后回183一炮，这是正常的，这肯定是正常的。然后我们现在要跟那个183拼 DPN， 我们的 DPN 不会比183差。如果没有人来干扰我的话，这台183肯定要被带走。来大哥大哥大哥撞你一下，然后这边的话来我们先 OK 啊，我天哪，哎是谁先开炮？刚刚很像是他们先吗？还是我们先开炮？62A 这边的话要打我，往后退往后退。谢里登的话也要打我 ，OK 完了，谢里登这边的话要过来，哎呀再见，来不及回首 ，OK 有三门已经一直在点着那个开炮键了，还好他的谢里登反应没那么快。6A 那边的话交给，哎呀我天 ，T9516 满血 ，OK， 我们的对 6A 那边的话 ，Summer 就维克斯 Summer 救不到了，然后113那边的话我还有办法 ，OK 不要挡我大哥，不要挡我 ，OK 不要挡我，把他带走，留我一命，把他带走，对对对，然后我要回头，那台 BZT5 我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后面等下会来一台 62A 哦。以我的经验、我的后面会来一台 62A， 我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抓他一炮。对，这样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再抓他一炮。我觉得 62A 会往我这个位置压过来。哎呀再见，来哈哈再见，来不及回首。OK， 不要怪伤了，这是经验啦。OK， 作为一个老滑头，来伤了这边的话很坏，我知道 62A 的那个位置会往我后面这边回来哦，所以我回头了，因为前面那台 BZ75 离我太远了，已经不关我的事了。如果我回头，他有机会打到我的话哦，那也是他运气好，所以咱们不能说什么被带走了，我还有小伙伴。可是那台 62A 我绝对要防一下。来第四场的话，海军全员打了一个5687啊，那台 62A OK 哦，你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咱们会回头，对不对 ？OK。他以为他能来捡 Summer 的残血，能把我带走，结果没有哦，来运气非常的好，哎，谁给我一个鸭子啊 ？OK 哦 ，Summer 玩的不好吗 ？VZ75 给我一个鸭子啊！来这边的话，我没跟你对战到，你不要生气哦。发现零补助零打了5684 ，OK， 拿到了一个一排，有 N 排有一排，进我们的第五场战斗。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百兔 ，OK 哦。他很久没上场了啦，不是说 Summer 不要玩， Summer 是真的拿不出时间玩。说真的啦，我今天是算是故意拍他的，如果我真的硬要拍，我一堆坦克可以拍，
所以哦，希望小朋友们看得开心。来第五场的话，也是一个回归的地图哦，港湾哦。中青型的话 ，OK， 对面一台，然后我们也是一台。150N 的话 ，OK， 三啊，我天来30B 这边的话不敢点亮，然后重型的话，除了100这边的话有过来。完了，这场有一点点小危险了、哦。我们那30B 不敢点亮哦，然后重型的话，哎呦我天哪，全部跑外围耶，有几外围就跑几外围。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要小心了，蟋蟀的话是要送头了。对，蟋蟀这边的话是完了，蟋蟀没救了，蟋蟀是直接送头。OK， 第五场的话，我觉得应该已经输了。对，你看哦，蟋蟀这样送。不应该这样玩啊！哎，大哥，对面正常打，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OK 哦，我被他们带着绕后，没关系，来，他们要绕一个第一台。啊，我这一炮还没穿，啊，我本来还想要跟他们换一台，结果没换成功。OK， 没关系，我们剩六秒的时间了，来来来，他们这边的话，蟋蟀让你们打好不好 ？OK 哦，蟋蟀还要我来吗？我的这一炮打蟋蟀不太划算了。来100这边的话，不要挡他，不要挡他。OK， 开炮，有穿就好。然后大福这边的话是没有买迷彩，没有买迷彩的大福，来开你一炮。然后小班要上吗？50B 那边的话在进装填吗？ 50B 还有炮，来赶快把他的那个大福带走，不要等了。然后这两台的话留给我，对，这两台留给 Summer， 我先带走他们的那个，哎，不是带走，我先刷他们的那个 S4。输是肯定输了啦，对，输是肯定输了。OK， 他没穿，然后 OK 来 ，50B 再进装填没关系，输也要输的好看一点。来，再刷你多一炮，漂亮，大福终于被带走了。然后 Summer 这边的话已经是没有血量了。OK， 来吧，我们接受现实吧。第五场的话，终于输了哈。而且是输在一个蛮搞笑的啦。OK， 有重型的话，如果我们一开始去拼那个旁边的话，是有机会赢的。不过哈 ，OK， 有拼旁边拼 C 点，还有一个输的可能就是那台蟋蟀。那台蟋蟀是没有 OK， 有它是没加工会的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ID 啊？这是路人玩家吗 ？OK， 它没加工会，然后它的血量是1700。OK， 有1700，以蟋蟀来说，蟋蟀的装备是加血量。他没加血量，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不只去送头，而且他还没有买装备。来第五场的话，输得很彻底哦，彻底哦。然后 Summer 只开了2600的伤害，我来看一下。OK， 来没事，50000多场。来，他不是，他应该不是来玩游戏，他是来就是，他是来体验送头的，然后新玩家也要删啊，然后这台 30B， 这台 30B OK 有十多万场，比 Summer 玩的场数还要多，然后不敢点亮。OK， 13这边的话还不错。来第五场的话没能取胜，发现一个敌人辅助灵打了2600，现在的话是玩了几场，玩了五场了嘛。OK， 五场了，第一场的话拿了一个 M 牌6000，然后2800，葡萄园2000，然后海军前沿5600。然后这场的话2600，来进我们的 ending 场。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久违的德国驱逐坦克哦，百兔哦 ，JG100 哦，来看我们的 ending 场的话有没有好运能拿下，今天能不能只输一场就好。OK， 排点高手给 Summer 啊，哎，那种60% 啊，65% 70% 组队也行哦，来 Summer 这边的话会很开心哦。看一下能不能躺赢一局哦。Ending 场的话是一个沙漠，然后大十级房，中轻型的话两台，不过我是一台百兔，我帮不到。然后对面的话是谢里登跟 T62A， 我们这边的话是两台谢里登，他们有 S7 跟 EB 哈、哦，机动好的坦克 S7 跟 EB，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冲锋啊，所以我们这个点的话要打得非常的快。113的话去帮忙。OK， 分散了。OK 哦，这个分的有点散，这要怎么打？这样的话，哎，对，113要去帮忙，他去帮忙是很好的事情啊。
只是说哈 ，OK 哦，他们百兔也来到我们的前面了，我被亮，被亮的好。对，这边的话被亮没关系，然后我们要上。来，这台百兔，然后EB的话在这边。OK， 要小心他EB。我们的百兔在抓着他们的，然后小心小心，来看谁先开炮。183在后面，然后这边的话来百兔 ，OK， 刷你一炮，赶快往后退，赶快往后退，来来来来 ，S7 啊，我天，这台 S7 来赶快，哦哟，我天，刚刚差一点被他打到，来不能上，不能上，不要急 ，S7 你再向前一点，大哥。哦，后面来了一台谢里登，哇，我天哪，来这个完蛋了 ，OK， 漂亮，哦、oh, ，nice， 来 ，S7 被爆一个弹药夹，我这边的话要跟百兔换血，我要跟百兔换血，我不换的话没办法，这台谢里登已经在盯着我了，对，这台谢里登在盯着我 ，OK， 他没穿，我回头了一下没穿，我们的 S7 在发呆哈 ，OK 哦，来这台 S7 在干嘛？哇，我天哪，他不想玩游戏了吗？他不敢打哎、欸，这台 S7 不敢打。然后 ，OK， 我被183带走。这台 S7 在干嘛？他在转圈圈哎、欸，他应该是断线了。对，来遇到一台断线的 S7。OK，ending、okay, 场的话要输了。哎、欸，对，他是哎、欸、呀，对，还没错。他不是不玩了、啊，他断线，对。他不是不玩，他断线，他转圈圈了，这个很明显哦。如果是说你故意操控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啊，应该不至于有这种玩家。OK， 他停下来了，他是真的断线了。然后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 ，OK， 哎，这什么东西？OK 啊，来哦，又一台断线哦。哎，谢里登断，谢里登是挂机啊，然后 S7 是断线。那68这边的话，回天法术了，对。来六位，哎呦我天、啊，来开不到炮，对，随便开也行哦。因为他硬要盯那个 T62 A 哦，非常的可惜哦。然后这一台的话，来 Summer 就不看了，我觉得这是谁啊 ？OK， 有工会的。然后 S7 的话，因为两台都是有工会的，来 Summer 今天的话就不看他了， ending 场的话就直接也是当做输了嘛，一台挂机，然后一台断线。来，我们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百兔哦，总共是赢了四场，然后输了两场，港湾这场的话是最夸张，然后 ending 场的话有挂机有断线，所以也不说了。来，希望小伙伴们看开心，记得帮 Summer 点一个赞，大家点赞是 Summer 制作影片的动力，这边感谢大家。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哎呀，我天，来挂机的，然后6000场断线。OK， 来他很惨哎。OK， 6000多场就开始断线。OK， 来今天的话玩的是一台百兔，希望小伙伴们看开心，记得帮他们点一个赞，大家点赞是他们制作影片的动力，这边感谢大家。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喽，下一期见，大家拜拜。